时候，大地震撼，高天降雨。哈利路亚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在今天的读经一，我们要听的是保禄跟拉伯去传教，他们来到比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，在那里的会堂，犹太人就请保禄跟拉伯说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劝我们的话，请你们说。保禄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他们有关耶稣基督的事。虽然一开始他用的是旧约他们的历史，但是重点还是放在那死亡复活的耶稣基督，这个是他的福音的中心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父，你改造了我们的人性，使他远超过原始的尊严，求你垂顾你这爱的工程，将福所有赖圣喜圣事获得重生的人们，使他们常常保存你所赐予的恩宠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阿们。恭读《宗徒大事录》。保禄和他的同伴从帕佛乘船来到庞菲里亚的培尔格，若望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他们从培尔格前行，经过各处，到了培西迪亚的安提约基安息日，进了会堂，坐下朗诵了法律和先知之后，会堂长派人问他们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，请说吧。保禄就站起来打了一个手势说，诸位以色列人和敬畏天主的人，请听，以色列人的天主拣选了我们的祖先，当他们寄居在埃及时，天主就使他们壮大，以大能的手臂把他们从那里领出来，大约40年之久，在旷野中容忍了他们，歼灭了迦南地方的7个民族以后，就把那地方分给他们作为基业。这些事历时约有450年之久，后来又给他们立了民长，直到撒母耳先知时代，从那时起，他们要求立一位国王，天主就立了本雅明族人克氏的儿子撒乌尔做他们的王。
在位40年，他被废去以后，又给他们立了达味为王。天主为他作证说：“我找到叶瑟的儿子达味，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，必要履行我的一切旨意。”天主按照恩许，从达味的后裔中，给以色列兴起了一位救主耶稣。若翰在他来临以前，先向全以色列民众宣讲了悔改的洗礼。若翰快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时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一位，他在我以后要来，我连替他解鞋带，自也不配。”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。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。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。我要万代传述你的真实，我已确知你的仁慈永远长存，你的信实如日之恒。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。我拣选了我的仆人达味，以任由副手赐他王位，我的双手给他力量，我的臂膀使他坚强。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。我常以信实和仁爱对待他，他必因我而威震天下。他要称赞我说：“我的父亲，我的天主，我的靠山。”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。哈利路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耶稣基督，你是忠实的见证，死人中首先复活的，你爱了我们，并以你的血解救我们脱离罪恶。赞美天主，阿肋路亚！赞美天主，阿肋路亚！赞美天主，阿肋路亚！赞美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耶稣给门徒们洗脚以后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奉派遣的也不能大过那派遣他的。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些事，如果实行，便是有福的。我不是说你们全体，我认识我所拣选的人，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，吃我饭的人也举脚提我。现在事情未发生以前，我就告诉你们，使你们到那时相信我就是那一位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接待我所派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派遣我来的那一位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我要继续讲有关古伦神父跟波多。
他们两个写了共同写了一本书，也是有关修道仆人修那个什么叫做什么修道仆人修道领导者，应该是仆人式的领导者。那他们写的共同写的那本书叫做带心，带领的带，心就是心脏的心，带心这本书。那我看了这本书我就买了，其实我还没有把这本书的内容看了，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目录看了。那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到，你在你生活中就不要忘记一件事，不要忘记一件事，忘记什么呢？不要忘记带着你的心跟一起走。在我们中文，我们常用，我们常说你要用心，用心，我想跟这个带心大概差不多一样的意思。你在做什么事情，带着你这颗心，用着这颗心去完成这件事情，这个是我们常说的。有人如果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很用心的，没有很积极的去做，我们可能说他没有用心去完成这件事情。好，在今天的福音是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一个仆人不会大过主人，奉派遣的不会大过那派遣的，做学生的也不会大过做老师的，老师做了什么，学生也该去做。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很多的工作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了我们就说这些工作应该不适合我做，这些工作应该是要扫地啊，对不起，这个不是我要做的，我宁愿拍手叫那个挥手叫别人来，这边有这个地板是脏的，来擦一下。我不可碰，这个太那个微小的这个工作，这个是不适合我去动手。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这么想，但是在我们的在我们没有违背我们的伦理的教导，没有违背我们的教义，没有什么工作我们不可去做的。最违背的工作，会使人蒙羞的工作，耶稣做过了。他做的是什么？他弯腰洗门徒们的脚，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，就是在最后晚餐耶稣洗门徒们的脚之后，他就讲的，门徒们接受耶稣为老师，称耶稣为老师，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了，神为老师的我已经这样做了，你们做我的学生，你们也应该去做。所以他在说了，学生不会大过老师，耶稣做过了，我们也要去做。没有什么工作我们不可做的，除非这些工作引领我们或是引领别人去犯罪。如果没有违背我们的伦理，没有违背我们的教义，什么东西什么工作我们也可以去做，老师已经给了我们榜样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孝爱你。
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予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予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圣父的道赞，不念于失败，人民不足，不能在世界中。我们常祈祷，但未必感生。我们刻苦全部都给，都给，全。